须要很有自信，因为特别是在舞台上的演奏，因为你表现的是自己，你展示的是自己的才华。你如果是在这种怀疑当中啊，你不能表现出你自己的意图，特别是音乐，也是要非常明确。为什么叫做有个性？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艺术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在舞台上发放出澎湃的音乐动力，亦向世人展示出中国新一代音乐家的强大力量。西方的音乐在亚洲发展是非常快，特别是中国的话，现在大家的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家庭有这样的条件，而且对这个音乐的了解也慢慢的增加，所以说应该说还会有更多有才能，这也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说明一个人的成功不算什么，应该说以后是大家一说古典音乐的话，应该都是属于最厉害的，都在东方，在亚洲。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一次演出接一次演出，掌声为李云迪的生命添上丰富的色彩。但成功背后绝对不是一条平坦而行的道路。We live in a world of instant culture.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younger people now because they are all of a sudden from nothing to superstars, and then 5 years from now they might be nothing again. The world is new to a young person. The more you know about the world and think about the world,The more you are interested about humans and human interaction, and the more you fall in love and more you have your heart broken. That all is part of making somebody into a better musician. 目前了解到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还有很长的时间了，而且我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带了更多的动力，让我可以更自信地去发挥我自己的才能。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下子可以直接到顶的，如果到顶摔下来是会很惨的。所以说呢，目前我还是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传奇总有一天终结，追求艺术的道路却是永无休止。本节目是港台制作的《女人多自在二》。